朋友们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石马坟，它在川北的一个小山坡上。据当地的老人说，这是一个明代的巡抚墓，墓园周围原先有很多的石人、石马、石狮子，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到现在只保存了两匹石马。尸品排水不易，希望各位看管大人多多支持，谢谢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匹石马，当然后边头盔是我的。应当地老人的要求，我不能透露更多的墓主人信息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见谅。旁边就是墓园，这就是牌坊，牌坊已经遭到很严重的破坏，只有这个二龙戏竹土可能是原先的吧。牌坊的柱子我看都是经过了更换，都是现代的。后边就是墓碑，墓碑还保存的比较完整，但是墓志铭上边的字迹已经全部风化，看不清楚。这是一个家族式的墓葬，墓碑很多，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，请各位看管大人继续欣赏。